渐冻症发病后，多数人关注的是四肢无力和肌肉萎缩，却忽略了病患也会因为呼吸管道问题，最终呼吸衰竭而死亡。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个肌肉控制那个呼吸，那个肺的肌肉，尤其是这个 diaphragm 在这边 diaphragm 哦，那也是会影响到。通常是没有什么 symptom 啦，除非那个情况已经变得很严重的话啊，就会有这个 symptom。假如说比较 early stage 的话，我们会做点 assessment 啦，我们通常也是会问病人。有没有 symptom 呢？ symptom 假如说好像讲睡觉晚上睡到不好啊，很时常会醒来，早上觉得很疲倦啊，做一点点东西，走一点点很喘啊，这些是 symptom 啊。别的办法就是 objective measurement 呢，我们会叫病人做一点那个 test 哦，看那个肺的 muscle 的功能啊。如果吹出来的报告是少过那个正常的 value 啊。也是有需要用到这个 NIV 这样子的看法的啊，它不是一个氧气机，它是帮那个 MND 的病人呼吸，就讲啊增加那个肺的 volume。第一次用通常会觉得比较不舒服了，因为有一个东西在这边。这个面罩其实它好像这样子，它可以在鼻子下面，我们叫做 nasal under the nose， 有些是盖鼻子。有些是盖完鼻子跟嘴巴，时常病人会讲，我怕戴 NIV， 我怕戴了我会依靠它。其实周末要戴 NIV， 那个病人要明白，因为这个 MND 是一个progressive 的 disease， 它慢慢会退步。外国做这个 research for study 的，他们拿两种 MND 病人来比较，一种 MND 病人是有用 NIV。另外一种 MND 病人就没有用 NIV 的，结果这个成绩出来是 survival 是比较长啊，而且他的那个 quality of life 是会比较好，那个睡觉啊 sleep quality 也是会比较好，肺功能退步性也是会比较慢啊。所以 MND 的病人因为他的 muscle diaphragm 不强，他不能深呼吸，说不能深呼吸，就那个咳嗽的 quality 就比较差了。不强的话，痰就出不到来，就感染到细菌。我们也是有一个小的机器可以去量，看那个咳嗽的功能几强。假如说那个 value 也是低过那个正常的 value， 我们会建议他用一个小的机器啦，它是叫做 cough assist 啊。如果 MND 的病人啊，通常假如说他已经需要用到 NIV。或者是用了 NIV， 他退步，一的他病情退步，或者是他开始有这个包包的 symptom， 就讲他嘴巴比较没有力，口水很多吞不到，用 NIV 用到很不舒服的话，最后的办法就是这个 NIV 搬去这边了 ，connect 去一个 ventilator 去这边，因为要 bypass 这个上面的问题啊。可是 tracheostomy。基本上不是一个很容易决定的这个治疗啦，需要跟家人跟医生全部坐下来慢慢商量一下。渐冻症虽然是不治之症，但身上的疼痛及不适是能够通过中医疗法进行改善，让患者更加舒服及自在。在中医里面呢，其实我们说它是一个痿症。首先它为什么会造成痿症呢？《黄帝内经》讲了，叫肺热夜焦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各个年代的医家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思路，甚至有人提出他可能到最后跟肝跟肾有关系的。从中医的治疗思路是这样子，我们首先要判断他是在哪一个阶段，是在肺的阶段，还是脾胃，还是肝肾的阶段。当然中医治疗方法是非常丰富的，有中药，有针灸，推拿。比如这个渐冻症了，它我们表现出来是肌肉的问题。中医认为啊，这个肌肉呢是脾主四肢，就是跟脾胃很大关系。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会注重后天之本。这个穴位呢，它是手三里。这个手三里这个穴位呢，它能增强那个上肢力量。这是足三里。那足三里我们真的它就可以，也是可以增强那个下肢力量。然后这个艾灸啊，
我们现在通常也是会用在 MND 的那个病人身上，因为它可以通经通经络。如果是前期的发展，我们是通过怎么治疗肺这样的一个胀气的问题。如果说这个病已经很久了，它可能涉及到肝肾，我们就会使用补肝肾、强筋骨啊这些方式去帮忙病人。所以呢，治疗渐冻症呢，第一个呢就会分成两个疗程，一个疗程呢是治疗它的颈还有它的上肢为主的，还有一个疗程呢是治疗它腰还有下肢为主的。为什么要治疗颈椎呢？第一个，颈它是神经的发源地啊，颈里面有很多神经，而且是连接头脑跟那个身体躯干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来的。推拿手法跟外面手法很不一样，推拿手法第一个就是病人是舒适的，一般以酸胀感为主，不会以痛为主，痛的话你反而在伤着病人。大肌肉全部要给它按松，小肌肉全部要给它拉长完。肘关的话呢，它有温经的功效，同时也有活血化瘀，也能够把这里的局部肌肉全部给拉松开。这个药线呢，这个通过一些特殊中药的这个浸泡完了以后呢，我们就会点着它，然后在特定的部位或者穴位，然后去点它。首先从这个部位来看呢，中医认为它一定是跟这个肺有很大的关系，除了肺有关系以外，可能跟我们的肾也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针灸的方式啊，局部针灸，甚至是远部按照经络去选穴去针灸帮助它。对抗渐冻症是一段崎岖之路，除了患者与家人的毅力，外界的理解与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健康有约让你对渐冻症有进一步的了解。我是尹月，我们下次见。